Hello everyone，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，我是主播卡卡，我已经这个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3年之久，是一名体育爱好者，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，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、篮球、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，大家记得点订阅哦。是亚裔伊朗 VS 伊拉克，比赛时间2021年6月16日0:30，球场阿扎迪球场，伊朗。伊朗上场10-0大胜柬埔寨，近期各项赛事已经取得了6连胜，球队当前状态和士气都相当之高涨。目前在小组积分榜上，伊朗积15分，暂时落后榜首的伊拉克2分。如果本轮能够击败伊拉克，那么他们就可以逆转对手，拿到小组第一出线。因此球队在战役方面还是相当旺盛的。伊拉克上场在中立场地1-0击败了中国香港，近期各项赛事已经连续19场不败，球队整体状态和士气都相当之高涨。目前伊拉克在小组积分榜上以2分优势暂时排名榜首，本轮只要取得不败战绩就能够以小组透明晋级，但如果输球则需要看其他小组的战果，因此球队绝对不敢掉以轻心。综合分析，竞彩参考胜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